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从1251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一款老物啊，是变形金刚第二集，一个组合包里头的一个特殊配色的音波，它应该是一款跟大黄蜂同捆包的配色。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数量也不算多吧，是属于组合包里头吧，拆出来的量当然就会比较少了啊。那我再次的跟各位提一些事情啊，我最近实在是有点心力憔悴啊，家里头事情比较多啊，除了我爸爸之外的话呢，我们家小朋友也有一些状况啊，都是需要我去做一些处理啊。作为人子吧，也作为人父啊，我在我们家里头呢有我要尽的责任在。那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了，看我的节目呢，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最不重要的事情。那想当然尔呢，我也应该要以身作则啊，把我一些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呢，先把它给完成好。那么呢，对于一些新品的开箱啊，或者是一些厂商提供的这个样本的话呢，我最近呢比较没有足够的心力呢去为你们做一些做一个介绍。所以的话，我会选择呢，为了维持节目的更新的话呢，我会选择一些老物来做一个开箱。那么这款音波的话呢，是我手边的。我手边的话，这个音波的玩具呢，我一共有四个啊，就直接给各位秀给各位看一下，这是 G1 配色。然后呢，这一款的话呢，我买的时候还是 G1 配色啦。我买这个是我第一个音波，它是用这个家伙呢去涂装改成这样的啊。那这个的话呢，是我当时在刚入坑的时候呢，还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就给已经买下来的啊。那这个的话，我自己去涂的啊，用一个香槟色去涂的。那涂的就是很早期涂的啊，不怎么样，各位就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的话，我又买了这个，另外又买了这个 G1 配色，因为这个配色我觉得还蛮喜欢的。那我们就大概看一下，我们然后是把这个讲一下，这个是原色版本，就是但是买的人他自己有在上过一个银漆。啊，所以这个配色也会跟各位看的不太一样，不过它应该是在基础的配色上呢去做一些强化而已啊。这个狂派的一个头，对不对？然后还有血红色的眼睛啊，其实原色版本也是蛮好看的，只是它原本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塑胶色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会把时间重点呢，我们放在这一款。那因为这一款的话，我没有做过开箱。那么呢，这一个的话呢，这个是我是买了一个单抽啊，这是一个学生吧，这住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同号，我记得他当时是台币丢了一个700块钱，那当时还没什么人要哦，我是说真的，在2年以前，当时这个变形金刚的一个市场可以说是萎缩到非常厉害，那就后来就没有人买，那我就跟他约了一个面交，那就带回家了，保存算是非常的好。那上面的话有一些灰尘，这灰尘是因为我自己放在柜子里头啊。平常老物的话呢，我很少有时间把它拿出来玩了。那当年的话呢，还没有那么熟悉变形金刚啊，觉得这个生火这是什么什么能量的发射器啊？现在想想，这个应该是一个音响吧，这个应该是一个喇叭，扩音喇叭的一个感觉。包括这个地方啊，应该都是扩音喇叭。那在电影第二集里头呢，赛维呢是没有来到地球上面的，那这是他背后变成载具时候的一个头部，那以及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开关，按下去的话呢，这个子弹呢会发射啊。你看，哎，这个射程也对，以一个老物来讲的话呢，这种弹射力道呢已经是非常强了，甚至现在的玩具呢是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发射的一个系统了啊。那这个地方是有个洞，那刚好呢可以让这个子弹放下去，那这个穿过去啊，那这个胸口的话是尽量，我是习惯是尽量把它往后面提过去啊。你要放这样也是可以。但这样感觉有点，这个整个胸是平的啊，我们还是尽量把这个胸口给顶出来。我觉得这个玩具就是要把这个胸口给挺出来比较好看，以及呢，这个背后的这个翅膀啊，因为我这个地方的话呢，今天早上拿出来，这个时候呢发现它这个非常紧，那我上了一点细哦，不过好像上的太多了一点，变得太松了。这个后面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你完全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样式去做一个展开，你可以这样子把它给张开。那它除了说后面这一块翅膀可以当第三条腿之外，它的一个脚后跟是单独独立出来的，所以你的人物呢要站稳的话呢，可以说是完全不费任何的吹灰之力。但是这个肩膀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后面的翅膀什么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会去互相做一个干涉。玩具呢矮小归矮小啊，当时很多人说什么腿短啊什么来着，我觉得也还好吧，没有说特别短吧，这样也行啊。这个给短腿的人一条生路可以吗？啊，然后这样稍微随便摆放一下。都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一个家伙，那我们的话呢，就给它
啊，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卫星状态的一个变形好了啊，其他的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的啊。首先我们把这一侧的脸部呢给盖起来啊，头部的话呢往前缩一点点，这样整个缩下来啊，脸部摆到这儿，这个盖板把它的脸呢给遮起来。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这个地方呢，由于你把这个胸口给推过去了，这个地方的空间呢就腾出来了，把这一块部件啊往下面掰啊，拉开到这啊，也不是往下放啊，也不是往上提啊，摆到中间啊，就战斗位置啊。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掰上去到这里来，到这边来啊，不对，应该先放这一边啊，这边是在下面，这边是在上面啊，可以看到一下这样子，上推上去，然后两者的话呢，就这个脚尖收一下，稍微收一下，然后呢，这个主要是以这里做一个合并了啊。那合并的时候呢，这里啊，这里看到没有？刚刚这个地方把它推下来到下面来，躲到下方来，然后呢将这个胸口的这两片透明部件做一个简单的组合啊，不对，这个，哎，这个地方，这个部分要给它放下去啊，这个子弹这个部分是要收在那一侧的啊，到这，好，这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没有问题，到这里，这一侧两个脚尖捏一下啊，就完成了。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一个。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部分啊，这里有个转折翻过来，我们从这一面来看好了，这里是有一个关节，把它往上推啊，这个部分是往上推，推到底，然后呢这个手的话是这样折进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填补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位置推上去之后再把这个地方给放进来。我的一感觉是它这个地方放进来其实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扣紧啊，只是放进去而已，真的只是放进去而已，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双动关节啊，把它给抵进去，这里往内，这里压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放进去了。然后两侧这个部分应该是摊开吧啊，所谓的一个人造卫星的部分的话，你要注意转折的话是转这个地方啊，也就是后面有个铆钉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转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人造卫星的形象呢，我也不确定我变这样是对不对，因为它的一个人造卫星的一个样子跟电影里头好像也不是很像了啊，完全是可以看你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个调整的，这个。卫星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里把它给压进去，好，这个，卫星，人造卫星形态啊，它的一个毛病就是怎么样，好像是没有办法站稳，你只能拿在手上，对不对？在浩瀚的宇宙里，对吧？这个梗玩过太多次了，今天就不玩了啊。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背面，好玩吗？看你觉得好不好玩了，对不对？这样子，你要把它弄成十字形。啊，也可以这样子放下来，就是或者是说一个掰成这样子，我觉得掰成这样好像也可以吧，就是一个卫星，啊，反正就是什么形状都随便你吧。那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形态是这样子啊，记得把它这个地方记得转到这里，这个球杆把它往下放，我这个地方是没扣进去。一直掉出来是哪一张，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翅膀是整个打正，这一片是折下来，那这里的话是这一块凸啊，去扣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给咬合咬进去的，那利用这个地方把它折上去，把它给卡住，这样子看到吗，其实是卡进去了，这边也是一样的，这里这块部件下来，这边过来，然后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卡转轴就把它给卡住，去咬合住，去让它互相去卡死，互相卡死就可以了。好，那这就是它的一个，那这两片是放下来，就变成了所谓的飞船形态啊，飞船，也不是什么，等等捏紧一下 ，OK， 这个飞机的一个形态。你这样看是一定不怎么样，这样看也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呢，就有一点样子了，对不对？这样子看，这个，哎，这个没有，奇怪，这是胳膊一直没放好，是怎么样？好，这样子，有没有一个飞机的样子？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扣不上去？好。那它的一个乐趣点的话，就是说它，我觉得是主要是后面这里的这两片，有这个明明是就是有一个像是推进器，看到没有？
它应该是在卫星状态下是一个收音的东西还是什么，但这个时候就变成是推进引擎的感觉，有飞机的样子了，对不对？这样子。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在当时号称三遍的一个电影第二集时候的一个塞尔维音波。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呢，可能觉得说造型蛮好看的，那各方面都觉得还不赖。但是其实这款玩具呢，在当年的第二集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祖师爷老校是给他比较中下的评价啊，认为他就是很糊弄啊，就是形态呢变得并不是非常的完整。那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呢，同一个东西呢，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确实是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款变形金刚第二集时候的一个老物了啊。那重申一句话啊，就是也再次跟这些长期收看我节目的朋友说啊，我确实最近真的是确实是面临到人生比较疲惫的时候了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